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测试一下我们这款德普生 Q6 无线麦克风。我们现在是在户外一个使用情况，我们可以听到现在这个声音的话是非常清晰，而且没有杂音的。我们这个腰包上面呢，它可以调节这个音量跟这个频率的。好，感谢大家观看。